同学，请看《华严经》世界成就品第九段戒转变差别，偈颂第七首叹息，夜夜微尘内。佛刹如尘宿，菩萨共云集，国土皆清净。偈颂第七首，是颂前面长行的第七句。在长行里面，我们看到第四句。是讲性解菩萨，也就是地前的菩萨。第五首呢，这是讲初地菩萨。第六首是讲二地到十地。那么这一首啊，是讲的普贤菩萨了。啊，普贤菩萨的。庄严故土啊，能够齐如微尘内的沙土，由此可知，到这个地方才真正叫究竟圆满啊。那么前面长行讲。十方一切世界海，诸菩萨云集故，世界海无量大庄严界转变。啊，这个长行文的意思非常的明显。啊，我们现在来读这个偈颂，来看这首偈颂。夜夜微尘内，这个微尘无量无边呐、啊！诸位特别要着重在夜夜微尘，一个微尘也不漏。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是真实的境界啊！前面我们读了很多，知道宇宙重重无尽的法界啊。现在我们看这个一粒微尘，任何一粒微尘。微尘小啊，我们肉眼看不见。佛经里面常讲啊，物质最小的单位了，《大乘经》里头有说啊，微尘还能够分析。分成七分，这个七分之一，啊，微尘的七分之一，色聚即微。色聚即微呀，还能够分，啊，再把它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即微之微呀，即微之微呀，就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所以它也叫做。灵虚尘，啊，虚是虚空，啊，好像跟虚空做邻居了，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是虚空了。我们从世尊这种说法，我们就能够体会，这个地方讲的夜夜微尘，
微尘内呀、啊，肯定不是阿罗汉天眼所见到的微尘。这个地方讲的微尘呢，肯定是极微之微呀、啊。啊，这界位之位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啊，有多少世界呢？佛刹如尘数啊！啊，这个里面的诸佛刹土之多，就像微尘数量一样。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肯定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夸大啊。他所说的，就像《金刚经》上所讲的“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如语，事实是什么样子，他就这么说，他也不添一点，也不减一点，啊，一定把事实真相圆圆满满的给我们说出来，如语。啊，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啊，整个虚空法界是一个有机体。啊，所谓有机体呢，就是有生命的。这话是真的啊。什么是生命？性是生命，啊，有情众生的份，佛说，他有佛性；无情众生，他有法性。佛性跟法性呢，是一个性。佛这个说法。如果你能够肯定，你能够其如，那就非常恭喜你呀、啊！你真的清净法身了。真的清净法身的人，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跟诸位说。除了思想见解不一样之外，其他的没有两样啊！啊，思想见解真的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我们凡夫思想见解总是脱离不了妄想分别之中。你叫凡夫啊！啊，这种这个思想见解，就是我们常讲的轮回心呐、啊。你用轮回心，你所造的一切都是轮回业。轮回心造轮回业。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呢？啊，今天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超越轮回啊，把这个念头转掉啊！啊，转念头是难，非常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凡夫就是说我们常常听经的，不常听经那没法子啊。常常听经的，有时候就，哎，豁然明白了。但是没隔多久啊，又迷惑了，又颠倒了。啊，明白的时候放下，哎，放得下了。啊，过了几天之后啊，想想不对，啊，他又放不下这个境界，跟诸位说是好的。哪一个菩萨？正果之前呢，都是这个现象啊。所以你要有这个现象呢，你自己应该知道，你已经有相当的进步了。哪一天你真的一切放下，不再后悔了啊，也就是。不再起这个妄念了，你就入菩萨位了，你就正果了。啊，那么这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进退退，无数次啊，啊，进进退退呀。有的人修几十年了，啊，二三十年呢，这种进进退退的，一会又放下，一会呀又放不下，这个情形是很正常的，是很平常的。啊，彻底放下了一天呢，你正果了，啊，你就入境界了。啊，所以自己对自己非常清楚啊！啊，我们修行现在在什么一个地位，什么样一个境界，不需要问别人的。啊，问别人，别人未必能说得清楚。啊，所以要常常读经。常常听经，啊，读经听经用意在哪里呢？第一个作用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读经不听经就迷惑颠倒啊！啊，读经听经啊，是帮助我们提高警觉啊。第二个好处，我们修行在哪一个阶段，在哪一个道路，现在已经走了多少，前面还有多远到达目的地，听经自己很清楚啊。啊，经典就像地图一样啊，啊，像这个路上的指标一样啊。古往今来，哪一个修行正果的人对经教不通达、不熟悉的呢？没有啊！啊，宗门虽然常讲不离文字，但是你有没有听他说“悟后起修”？他没有离开经论呐，离开经论就不是佛法了。啊，所以他在一定的程度，必须要在经论上下功夫。啊，但是
人家是得清净心之后，那么读诵经论呢，误解得快呀，他们有障碍了。那么我们今天的障碍，主要晓得就是烦恼习气啊。我常常讲，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还加上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啊，这个烦恼习气要不能够彻底放下，经教不但是你看了，你就是天天听。你也不能够切入，啊，原因在哪里？你有业障什么时候你的业障解除了？我们也常讲放下了，真正放下了。古大德常常教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放下之后，你就能入境界了。啊，普贤菩萨的境界不容易，一定要破无明。啊，也就是说，妄想放下了，妄想就是无明。啊，妄想不生，这个人，佛法里头常常讲啊，他得三昧了。啊，学华严的得华严三昧了。啊，念佛人得念佛三昧了。妄想没有了，诸位要知道，妄想没有了，分别执着当然没有。这个境界，才能修普贤行啊，才能够入普贤境界，你才能在一切境界里头见无量无边的境界。夜夜微尘里面见到微尘数，啊，每一个一粒微尘都有微尘数的诸佛刹土。菩萨共云集，国土皆清净啊！你们想想，菩萨云集，这个国土哪有不清净的？你要问为什么？经论上常讲，境随心转。相随心转，相也是境界吧？于是乎，我们明白了，修行修什么？修心地的纯净，行为的纯善。这是成佛之道啊！啊，这个真正要学做佛，要学佛啊！啊，对我们凡夫来讲，七情五欲是最严重的污染。我们从最严重的染污先放下，啊，在逆境
修行生活环境里头，处处都有障碍，处处不称心。卧云为人事环境，预言家对头很多啊！啊，这些人他不会帮助你呀、啊，处处啊找你麻烦，处处啊障碍你。中国古老的谚语里头常讲：“人生在世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那个不如意事，就是逆境、危险，太多太多了。啊，怎么办呢？你要会转。从哪里转呢？从我心里头转。转逆境啊为顺境，转卧云为善云。哎呀，你要会转了。楞严经上说的很好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你就跟佛菩萨的本事。你就学会怎么转发呢？这个逆境现前，一丝毫嗔恚心都没有，我常常教同学的，我们如果会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个境界立刻就转过来了。转过来之后，我们的心是清净平等觉啊，我们对于逆境卧云，不但没有一丝毫埋怨的念头，反而啊升起感恩的心呐，永远呢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感什么恩呢？他消我的业障。没有这个逆境卧云来折磨我们无量劫造的业障，怎么能够消除得了？啊，修行人，许许多多修行人之所以不能成就，原因在哪里？不晓得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遇到逆境，怨天尤人，不但业障消不了，业障还在天天增长啊，那还得了吗？啊，顺境善缘，好啊。啊，样样事情称心如意。啊，遇到的人都是好人，啊，都来帮助你，都来护持你。啊，看你用什么心。如果你生起了贪心、贪念这个境界，这个顺境善缘呢，就变成魔境了。
为什么呢？他在那里引发你的贪嗔痴慢。那要怎样除顺境善缘呢？要有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警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对于净缘，感恩而不留恋。决定没有一丝毫贪念的这个念头，那这个净缘成就你的福慧呀！啊，到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明白了藕益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净缘无好丑”啊。这个无好丑，意思就是讲，境界没有顺逆，人事没有善恶。啊，藕益大师他怎么说出这个话呢？他转了境界，啊，他把顺逆善恶通通转变成清净平等觉了，高明啊！这就叫佛菩萨，通通转成清净平等觉啊！在这个逆境恶缘，不怨天尤人啊！顺境善缘里面，绝不起贪嗔痴慢，永远住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之内。这个人就是世俗里面在讲的，他大彻大悟了，啊，他得到了。这是大道啊，菩提大道啊，啊，他得到了。所以，无论什么境界，到他们通通转变，转成一个平等的境界。平等境界是一真法界。诸位要知道，十法界不平等呐。觉悟的人，能把十法界转成一真法界；迷惑的人，把一真法界转成十法界。所以说，境随心转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那个心想能转境界啊。啊，你怎么能怨天尤人呢？啊，这个说一句俗话说呢，是自作自受啊。这一句话，通彻一切世界啊，诸佛如来修净业，所以他受清净果报。啊，诸天善人，他修善法，他得的是善果。造作恶业的众生，他受的是三途苦报。自己造，自己受嘛，不是别人给他受的，
他自己变现出来的境界，就跟一般人晚上睡觉做梦一样，有人天天做好梦，有人天天做噩梦。啊，那个梦谁给他安排的？他自己意识心里头变现出来。与别人完全没有干涉，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菩萨都是修的精义，啊，尤其是能够啊入微尘里面佛刹的这些菩萨，全是。普贤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啊，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心到极清净的这个程度，啊，真的我们说纯净纯善啊，他所感的啊，报土，哪有不清净道理呢？国土皆清净啊！啊，《华严经》在这些经文里面，让我们大开眼界。确确实实，闻所未闻呐。我们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听人讲过这些话，啊，要不是佛给我们说出，啊，实在讲，做梦啊也梦不到这个境界，啊，梦中有梦这个境界我们还有，啊，还听说过。也有人自己体验过，啊，做梦里面，啊，睡觉又做梦了，是吧？梦中梦啊，但是微尘里面的无量无边的佛刹，咱没听说人梦见过啊。啊，那么这一季里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纯净、纯善所感得的清净国土啊。那么，这个纯净、纯善，简单的讲，就是修普贤十愿、文殊十波罗蜜。我们。有志的同学，应当汲取，要把普贤菩萨的愿变成自己的大愿，把文殊菩萨的行变成自己的大行，念念不舍。你自自然然有其如华严的一天啊，所以《华严经》不是读诵、讲解就能够其如的。他是要真正修行，依教奉行啊，才能够其如。再看下面这一首，世尊入涅盘，别土庄严灭，众生无法器，世界成杂染。啊，这一首偈是重诵前面长行第八句。
第八句说，佛入灭了。这个戒庄严呢，也随着佛转变。我们的读这首偈，感触很深啊！为什么呢？他所讲的就是我们现前的境界。我们现前的遭遇不但世尊入涅槃了，世尊的弟子也入涅槃了。这个地方所有一切庄严灭了啊！诸位一定要晓得，庄严两个字的含义。要用我们普通的话来说。佛家的庄严，相当于世间人所讲的真、善、美、慧。佛灭度之后，这个世间真、善、美、慧找不到了。我们看看，啊，不要看别人。看自己，啊，看别人，我们得不到利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回光返照啊，我们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庄严灭了。佛菩萨住世，起心动念呢，是怎样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转迷为悟、转苦为乐、转凡成圣，那是庄严。大公无私是庄严的。现在这个念头没有佛陀在世，大家都接受佛陀的教诲。知道孝亲尊师，懂得了为人处世之道啊！现在佛不在世，虽然经典还流传在世间，没有人去读了。读了。也不能了解有时候真的错解如来真实意虚解如来真实意自己妄念纷飞呀。严重的分别执着，
所以心虚伪的，不但是欺骗众生，他欺骗自己呀。确实是自欺欺人。啊，欺人自欺呀，真没有了。起心动念都是恶念啊！怎么是恶念呢？你仔细去观察，你就晓得了，都落在贪嗔痴上。念头啊，它不会呀，落在戒定慧呀。念头要跟戒定慧相应，那就是庄严国土了。啊，他念头跟贪嗔痴相应啊，贪魔鬼的业因。嗔地狱的业因，吃畜生的业因。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庄严三恶道啊！他不是庄严佛国度啊！啊，不但不能庄严佛国度。人天国度，那个庄严都失掉了。这个是要细心观察，你才能够看得出来。否则的话，你看到哦，现在这花花世界，啊，样样都好像很繁荣，啊，那是你看走了眼。你看花了，你要细心去观察，你才能看出这世间的真相啊！这真相是因果的真相。啊，所以说。这个世间的庄严，确确实实，如果我们稍稍读一点历史，啊，读一点古时候那些作家的。文学作品啊，你一看他们记载的，那个时候这个社会大众啊生活的状况，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做一个比较，你就发现不一样。那个时候的人，有道德，讲仁义呀，孝悌忠信，不是嘴里头说说的，他真做到了。啊，信义和平，庄严国土啊！啊，那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啊，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一个字都没有了。啊，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啊，是什么关系？利害呀，啊，有利的时候就是朋友，没有利的时候就是冤家。所以说，低头庄严灭，啊，古时候的人，无论贫富贵贱，啊，他一生的生活。即使是贫寒，他过得心安理得了。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现代的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富贵贫贱，生活在这个世间，没有安全感啊！啊，古人讲的"人心惶惶"，我们现在看到了。啊，生活在这世间。不知道生活的目的，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啊，生活的价值，真的是醉生梦死啊！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了，啊，这个糊涂就是无明啊，佛家讲的无明。无明带着你走向三恶道啊！你说多可怕？啊，佛菩萨不在世了，祖师大德也不在世了。无论是在家或者是出家。在中国历史上，代代都有高人的，出家高僧，在家高士啊，有学、有修、有证这个是庄严国土。现在。这样的人没有了啊！即使是有，真的是凤毛麟角，太少了。啊，所以佛在此地说：“彼土庄严灭。”后面两句，众生无法器，世界成杂染。这两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深有所感。啊，即使。遇到好的老师，没有学生呢。
好的学生找不到啊。好学生的标准，最普通的，中国人讲的《弟子规》啊，《弟子规》是教小朋友的啊，在家庭做好儿女的标准，在学校呢，做好学生的标准。现在谁学他啊，不错，这几年有不少人提倡。啊，在国内外呀，我们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啊，在读诵，是好事。啊，有没有效果呢？很难讲啊。啊，他现在小啊，还不懂事啊。你教他，他很欢喜啊。到他也长大了，他一看情况不对，你教我这样做，你们都不肯做。啊，他的妄想升起来了，分别升起来了，执着升起来了。啊，看看你们一般大人都不这样做，他也就不会做了。环境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学习影响太大太大了。那什么叫法器？法器是比喻。啊，好像我们喝茶，一定要有个茶杯，啊，才能够盛水呀。那么佛法，你要想得到佛法，啊，你也有个能够接受的，这个接受的条件，就叫做法器。环境印光大师，啊，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他老人家给我们说了一个学佛的标准：顿轮净分，行邪存正，八个字啊。具足这八个字，这是法器。要是以佛法来讲呢，佛在入班涅盘之前，教诫弟子们：啊，佛不在世。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啊。佛不在世的时候，我们跟谁学呢？佛教，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能吃苦、能吃戒的，这就是法器。那么，在大乘法里面，《观无量寿经》上，那讲的最清楚、最明白了。净业三福啊，那是法器啊。啊，所以我们在澳洲办佛学院，啊，就是以印光大师的这个四句偈作为院训，这个学习的原则完全遵守净业三福的指导。如果真的能够落实，这个学院还能够培养
几个人才出来。啊，要是不能落实，众生可怜呐、啊，业障习气太重了。这个世间苦难在所不免呐、所以幕后一句话说：“世界称杂然呐、杂是讲的乱，乱世啊；然是讲的然无。佛经上讲的“住无”，啊，无住卧室啊，无住卧室是然呐、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是杂然，杂然的非常可怕。我们不能不提高警觉，这手机我们都聊，要怎样来学习？啊，如何来落实？我们留在下一个重点。再跟大家讨论。